肖战近日再度成为网络热议的焦点。一位普通网友分享了一张与肖战的旧日合照，这张照片迅速攀升至热搜榜首位，再次验证了肖战无与伦比的人气。照片中的肖战一头银色短发，洋溢着青春与活力，仿佛将那份独特的魅力从屏幕中溢出，让人们再次领略到了他早年的风采。这张照片实际上来自于4年前，当时肖战登上了时尚芭莎二月刊的双封面，他坐在弯月之上，银发在暗夜中熠熠生辉，身着一身西装，仿佛从未来世界走来的梦幻王子。他的银发与精灵般的装扮相得益彰，完美诠释了陌上人如玉，公子是无双的诗意。肖战的五官精致，眼神锐利，宛如一位真正的精灵王子。他的身材和外貌多年来始终保持在最佳状态，这背后无疑是他强大的自制力和坚持。拍摄时尚芭莎时，他的银发造型惊艳了全场，展现了他无与伦比的魅力，任何风格的妆造都能轻松驾驭。看到这些照片，仿佛时光倒流，让人感叹我们与肖战共同走过的漫长历程。短短几年间，曾经的新鲜照片已成为所谓的早期照片，而肖战本人却始终保持着最佳状态，既没有过时的土气，也没有丑陋的形象，始终恰到好处。在这张合照中，肖战的阳光亲切、健康自然的形象一览无余，这也是他赢得众多粉丝喜爱的重要原因。除了这张合照，还有许多肖战与普通人的合影，展现出他平易近人的一面。他会温柔地给小朋友送零食，没有明星的架子，就像邻家大哥哥一样亲切。他会给小女孩送花，总是大方地展现自己的温柔。下雨时，肖战的伞总是倾向另一边，保护着身边的人。这些照片不仅展示了肖战的外貌和魅力，更展现了他内在的品格和个性。他始终保持着谦逊和真诚，对待每个人都充满善意和关怀。这种亲和力和温暖的气质，让他在众多明星中脱颖而出，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喜爱和尊重。总之，肖战以其出色的外貌、才华和品格，成为了当今娱乐圈中备受瞩目的明星。他的每一张照片都充满了故事和情感，让人们更加了解他的内心世界和人格魅力。无论是早期的银发造型，还是现在的成熟形象，肖战都展现出了自己的独特魅力和风格，成为了当之无愧的顶流明星。在此，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位值得我们深深敬佩的人物——肖战。这些偶然间捕捉到的照片，无声地揭示了他那颗真挚、纯真的心灵。他始终将他人的需求和感受置于自己之前，展现出了无比的尊重与保护。肖战的行为和态度让我们深感震撼和感动。他不仅在镜头前展现出自己的才华和魅力，更在镜头后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做先人后己。他的这种品质无疑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值得学习和效仿的榜样，因此我要向肖战表示由衷的敬意和赞赏。他的真诚和善良让我们看到了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，让我们共同为肖战喝彩，为他的优秀品质和崇高精神点赞。